哇，这太狠了！你这都给整脱臼了。小宁，跟你说话，你看我行不行？我这不看你呢吗？大明下手太狠了，把我脖子给我截折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再给你歇了，得歇了。你开始自动，人什么事都没有。自动啊，你嘴唇怎么那么高呢？ 啥眼神啊！这是我鼻梁骨。那你赶紧把绷带往上整整啊！这因为还没喘气儿。没。哎呀，你告我俩往前冲，完了你跨一下跑屋里去了。我是说冲进屋里呀！你们俩走吧，就冲上去了。这小体格子，那跟大兵打不就是以卵击石吗？那怎么的？还让他在这屋里放肆啊？啊？没说放肆了。 你现在就放撒尖儿俩凯，他通话顺也没辙呀。你咱这客厅可就变成九头场了。那一会儿大兵拿个刀拿个枪，后来那大双截棍啪往他脸上一甩，咱也没招啊。明的不行，咱们就来暗的。晚上跟我行动。大兵，大兵，你这你困了，你怎么不回屋睡呢？你在这儿容易着凉啊！别给我嬉皮笑脸，少来给我那套！我就知道你们要搬不粘桌，给我远点扇着去！哎呦我去！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么说话，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叶浩，哎呀，你们可千万别客气！来来来，都过来，我看你们不客气啥样！来，老宁，上。 大兵同学，大兵同学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你迅速放下武器，放弃抵抗。他哪有武器啊？你看看他一身肌肉块子，那不都是武器吗？你放弃抵抗吧。他那什么，这什么机要筷子？他那整个就是一块肥肉。你看人抵抗了吗？人家不在那躺着呢吗？你看我的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居民朋友们。 爱护绿化，人人有责。行，啥词儿啊？你这是啊？啊，就我这，我再换一个，啊，来了啊！居民朋友们，本店现有一批外贸。这小玩意儿，你俩干什么呢？大兵同志，我告诉你，你再顽抗的抵抗，我们仨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王宁。 打击你！我这呢。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放下，给我闭上，听见没？我告诉你啊，这还我出校那门前挨个交，听着没？给我放下。大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边是三个人，你一旦离开木庄，我们另外两个人就能把木庄搬走，你信不信？呀哈，我就不出去了，我就在这儿，爱咋咋地。走，上。啊。你不出来是吧？ 哎呀！小样儿，就这点水流啊！来，快点，我照着去洗脸呢。快点来，给我整点艾草。哎呀，可看了，再给你来点冷风呗。走。哎，我明白了。